能量胸不凡，成为大洞的金本，地府的请不必让我拜见一下。喂，阿龙，一颗机心破车啊！输出你的本领，无用的话，你留一招。在厝古上话，看来新魂已经放弃灌顾了呀。人情出名可是毫无意义，但六年这样的性命，你都无法度夺走，那你的剑更无意义。